你的粉丝破2000了，2200万了，破2000万了，那你就把红包今天的晚上。神秘富二代抖内礼物狂刷，刘畊宏健身直播单场560000入袋。这满天嘉年华，呐喊一声哇！如果不知道刷点啥，抖音一号砸一砸。这里是礼物的礼呀，这豪是土豪的豪。来，今天全场的老铁，请往我们的榜上瞧。刘畊宏健身直播竟然能看到嘉年华 battle， 想不到吧？他的抖音短短一个月飙速涨粉，单场直播点赞超过2亿，观看人次超过200万。20号，大家勤奋当刘畊宏女孩之际，上海富二代勤奋也勤奋抖内了。哎呦，勤奋来了！双手 ，Come on！ 哎呀，哥，谢谢。谢谢大家刷礼物给我们，不过呢，我们要限制你们一个人刷一次就好了，千万不要过费。我们还是希望给你们运动运动。对，多运动一下啊，站起来啊！勤奋，你要跳起来了啊，跟着我们一起动一下。一时抖内一时爽，勤奋刷礼物刷到刘教练画面都快没了。单场直播啊，就送出40多个嘉年华，一次1.4万台币计算，等于抖内了超过560000台币哦。你送的礼物会不会太特别？有网友说，刷嘉年华像普通人点赞一样刷，你这些富二代真有钱呐、啊，能不能撒点钱给我啊？哎呦，我还在想是哪个勤奋，哦，原来是那个勤奋呐、啊，啊，那没事了。你知道这说明什么吗？说明勤奋根本就没跳吧？勤奋，你有跳吗？有要帮我刷一下，有啊，谢谢肖战老婆啊，肖战老婆都来了。他是真的肖战的老婆吗？当然我不知道，大家只想肖战老婆。假的假的都是假的，小编才是真的啦。也有人被嘉年华刷晕了，报名要当勤奋的老婆，别忘了这里还有丈母娘一枚哦。我妈妈。她年轻漂亮，身材又好。对，虽然她已经60几岁了，66岁，她单身，没有另外。招新的嘞。如果对我妈有兴趣，你可以可以找我。你有没有喜欢她的？有喜欢的刷有。岳母可以吗？可以。可以摇一下，我看再蹲一点点往后，摇出性感来，性感。你要性感。你的粉丝破2000了，2200万了，破2000万了，那你就把红包今天的晚上。我首先我要谢谢我的老婆。哦，我以为你要说首先我要感谢我的爸妈。小猪。